以丰富又多元的人文地理文化为特色的台东，许多的民众对于歌唱都情有独钟。唱歌除了能体现个人专长，也是生活休闲娱乐最好的放松方式之一。102年五一劳动节，台东县政府社会处特别筹办劳工之星歌唱比赛，从县内各地区前来报名的参赛者相当的踊跃，当然能来参加比赛的歌声与嗓音自是不在话下。主办单位社会处特别举办这次比赛，主要是希望让广大的劳工朋友在平日忙碌于工作挥汗拼经济之余，正逢五一劳动节，让台东县民可以度过一个别具特色的劳动节日，更有助于适时的调剂身心。看每位参赛者使出浑身解数，有的着重于舞台效果，不论是服装、台风都相当的稳健，期望留给台下的评审一个给高分的好印象。经过一番战况激烈的角逐，长青组由黄志荣夺得冠军，亚军为林志明，季军林依美，优胜分别为张芳瑜及周雅慧。射星组则由廖丽珍夺冠，亚军李俊德，季军陈玉华，优胜分别为陈冠明及黄小芳获得。是否获奖，对于参赛的民众而言，县府举办公开的歌唱比赛，让县民有舞台以歌声会友的活动，对于整体文化娱乐的提升，有更深一层的社会价值。